好，你起来好不好？我已经找到这个了，但是他平常都会旁边的新干线壳掉下来了。是啊，你可以去玩火车啊！你现在很早起床，你可以去玩火车啊，好不好？因为姐可姐，姐姐还在睡觉，对啊，睡高高。没关系，你就去玩你的火车啊！姐姐还没起床，你就可以玩，没有人跟你抢位置，好不好？还是你要继续睡觉？好，不然你继续睡觉好了，反正现在还那么早，奶奶躺着睡觉吧。好，那要不然你就睡觉。不要！你又不要睡觉了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只想要躺着而已。好，那你就躺着吧。来，躺好，躺好。你在笑什么？好，躺好，躺好，继续躺着吧。